接 G 九成员的学生照，王承炫可爱，许佳琪甜美。看到孔雪儿，您哪位？因为组合里面的成员不但实力很强，颜值和形象更是十分出众，所以这也就难免会让人好奇出道前的他们长什么样子，会不会就是这么惊艳迷人。那么今天咱们就来看一下 TH 九成员出道前的学生照吧，看看他们当时的模样是怎样的。而且看图中就连学生照上的他竟然也那么可爱，和现在的他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差别，只是当时还是学生的他看起来会更加青涩一些，扎着高马尾，穿着校服，很青春靓丽。许佳琪现在的样子相信大家都不陌生，毕竟他从成为了 TH 九的成员后也就被更多观众所熟知了，所以都知道他的整体形象也还挺好的，可盐可甜的气质十分吸引人。孔雪儿同样也是组合的成员之一，而且在组合中他的样子也蛮有辨识度的，因为他的长相看起来十分软萌，让人有种心动的感觉。